海上飞行环境比较复杂，参照物少，气象条件多变，飞行难度较大，加之受海雾甚至波浪等要素影响，这就要求我们各机群之间要加强密切配合。幺到三可以有序起飞。在下一步训练中，我们还要深度抓好海上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演练，将一大批重难点科目融入海训日常，不断加大训练难度强度，锻造全域能战、全时待战的空突利刃。